穿的呀，啊，无手那会阴血底刺激刺激，阿摆吼，你看你下半身就开啊。嗯。哦。有的人就是我，有啦，捌听过以前医生拢讲，哎、欸，你看谢谢。哇，以前拢讲老高婆，老高婆，我想讲嘛，又老高婆，他们是不是有一点弄啊？跟连起来是讲就是性变态，不快乐。对啊，逆风血怎么写？逆风血怎么写？一个一。好，那我们呢知道了哈，折叠它有好到多好吗？很好，很好，非常好，对，太好。你买完老人痴呆哈，爱去用，啊，跟老下垂体哈，有去动到的人要赶快折，你好不好？打钢铁圈的哈，保你到时候一动，真的是都唔得变阿讲啊，就感觉足好诶，啊，第一样安尼做哦。哦，心中气多糖尿病，什么病？反正你拢免操啦，你著甲脊椎扭落开就好啊。脊椎就是咱什么控制血液的总源头，安尼了解未？那脊椎的血液，第一个系统血液上个礼拜教了，今天就讲第二个淋巴系统。那淋巴你可以看这里有没有淋巴？有。它跟血液走的位置都一样。安尼了解未？有血液有淋巴，遍布全身，好不好？但是它很重要的器官就是脾脏，虽然是折叠型，脾脏会刺激无？是不是？刚刚吼，咱是不是加同血？啊，搁你拄只伫只咧拍的时阵，哇，淋巴是不是同血比较？这支是同血的脾脏，搁肺部就是伊嘛，所以有几只伫拍就好啊，好不好？拍一百公倍、两百，连连猛拍，好不好？这样会吗？对。好，来再继续像那个淋巴，这个对，你很棒哦！你我们全部都不包尿布了，就你包尿布，表示你太长大了哈，加油！嘿，我们这样不用包了，就像你还在包，快加油！对，好，来，我们看到我们的淋巴循环，有看到淋巴循环吗？我们看到淋巴循环，我是来这样子的，还有胰脏的肌肉球，对，等等，嘿。胰脏的头在哪里？胰脏的头在哪里？胰脏头你倒扁头，你倒扁。反正一个拉到这里了。胰脏的头哈，肝在哪里？只要找到肝，肝在哪里？右边。你们刚好跟我不同方向哦。你这边，我到我这边就是你的肝嘛。好，现在我用跟不你跟不同方向的这个，只要是肝就是头啦，胰脏的头。哎，拉过来就是胰巴。对，啊，脾脏就在这里。脾是管什么的？血。脾是管红血的。脾跟胃，脾胃的是都叫做什么？消化。脾长得怎么样？你回去看一下好不好？本书。我们这边我不是每次上课都有。有的。你怎么突然忘了脾的那个？叫点脾脏没好。脾脏。脾呀。哎，脾透过胃啊。哎，有。加五啊！你的自律神经都不会狂哦，我表我都不会狂，是按在猪的里面比较清楚。人，我们人，其实那个慈济，我们很谢谢慈济哈，那个什么，无语大师哈就有了哈，那个来看一下好了，脾脏我们发给大家看一下，今天是讲淋巴哈，来看一下脾脏，胰脏来看一下，胃啦，脾脏，看到脾脏。对，哦，就。哎，对，东德，你位置坐。谢谢，谢谢。这边右下面那个，哎，位，东德，在位的那个，有多一份吗？给东德好了，多一份给他好不好？先给他了。先拿一份给他。所以我们的白金医学就是上医者医心哦，哈，所以那个医解是，我们来自于，是教我们的心哦，嘿。这五脏六
我自己要看一下啦，你看我做老不懂，我唔知安尼是要哪修炼啦。可是折叠嘛，是顶咧顶有钱。还有，不是加油充电啊，全身的。嘿，是一下子送你，马上感受嘛。我弄不清楚了，这样怪的。马上感受。一张是在每张前面啊，后面啊，对，这个有在摄影里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那等下这个再一份给我。一张，一张来，我不用看，因为你该用较大，一张我用没看的。一张啊，嘿，一张。你可能时间，你迄三 D 图位，你若无要看三 D 图，一张不然会，一张麻烦。哦，你拢来上课，将这边跑个半路哦。是单一个一张还是？就是构造，对，构造哪里？整个身体。一张它等，一张以前就是像我，规地板呢吼，拢拢安尼啦。看以前没有这个，没有这个帐篷，是现在人给他一个帐篷，一张的。要求啊，要求。要求啦。要求。他要求管理的。一张的受体，你们回去哈，自己要学的越多的话，一定要看一些文字。一张受体比较。怀疑心比较容易让你像你更无聊哈。中国的河图洛书也是中文，刚中文到无聊啦。你拼任何的巴利文、梵文、英文、俄语、西班牙文都不会懂，就很神奇，就只有中文真的就是河图洛书了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仪仗，有没有看到？有。那个是梵图的，那就好仪仗在。头在这边呐、啊，对啊，头斑，头斑，它是在右边那边呐、啊。那那个是胃是吗？那个管子那个胃。嘿。哦，那就是在十二指肠，还有个大胃，那个毛胃底浆，胃底浆。啊，一是一微波微波的话，那是那个十二指肠。哦，这里个。啊，那你就讲语言，你弄文化，某影片的话，你呢就讲语言。那个三 D 的书，你们回去翻。这样子我们就没办法再上下去了。这些我清楚。谢谢。对对对。一张就长得这样子，你们回去自己翻好不好？翻我就我没有办法，一在边讲，那就没有时间了，来不及了，还没有上完。我够不够？嘿，等你去画钱好不好？没有书的，我这边有，你既要帮我继续看啊！我不是平常都有在讲，你话话你敢咨询就贼，我还一张都选错了。咨询那边谢啊，没有吧？都给完了，算了，给完了。没有钱了，不买了。弄上好了，那些不得的人，请他们拿回来啦。对啊，因为去外面买那个书都那么贵哈，啊，大家都也要珍惜啊，那哈，啊，结果都回去都放着长生锈哈，不行哈。因为像电脑还方便啊。现在电脑很方便啊，因为我的书也都送到没办本了，没办法啦。你们有的话就直接好从电脑看会比较快。三 D 的仪仗看不清楚，电脑才看有。所有的书一般几分才快，以前生活不连啦。这个都是你要自己去找资料嘛。啊，我你读那个研究生又研究员，研究的其他的研究那我可能能一跑跑到最后一拉到一样会有话题了。我们今天主题离体的，就淋巴的话，好不好？阿奇，你们要你们自己去看，就淋巴。好，来继续哈，来我们读一下淋巴的观念哈，来。来，淋巴的观念。来，念一次淋巴到底是什么哈？学。好，第一个，学习树大体美，团队同愿同心同行，这是淋巴的特色。淋巴哈。对。假设你是有一个同愿同行的哈，你的淋巴很畅通。啊，你嘛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淋巴的结归球。哦，所以咱做人心量较快嘞，你的淋巴就可以扩及到全身了。啊，你嘛嘞，小念头，自私哎、欸，就淋巴会比较容易不掉嘞，哇，淋巴癌是无虾米，不过吼，它很容易让你的血液不通，加麻烦。啊，血液来供给所有的百病嘛，对吧？它是在运送我们的氧气、营养、废物，还有呢，让我们的荷尔蒙能够调节，甚至呢，可以调节我们的温度。所以这些都是要让我们真正的又产生好的荷尔蒙的话，你看，这个都是在血液里面的，就淋巴又跟血液又依附着。哦，所以你。
你可以看呢，我们再念一遍哈，来第二个，人体内所有软组织全浸泡在一种稀薄的无色透明的液体，所以叫做淋巴液。继续，淋巴液像液体一样流通全身，负责清理体液，稳定的循环系统。好，以上我们这边讲完了哈。好，我们刚刚有念一遍的哈，我们现在再讲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哈。来，现在不要看哈，来，我们先看一次。六度波罗蜜来念一下，布